哎，阮新亚太出境，虽然讲咱的主席是奉敬咱中大元帅，讲的是罗车三太子，啊，不过阮所服侍的大太子金车、二太子木车、三太子罗车，伊三个拢是神通广大。哦，人讲大太子捌地理，哦，咱若是讲有厝体问题啦，吼，有风水问题，咱就是拢来请示大太子，哈，大太子会当为替咱解决。哦，啊，咱若讲有身体各样哈，就因过咱这个医学较无发达的时阵，啊，咱若有病体哈，找袂出病因，啊，较医医袂好的时阵，哈，咱倒到庙里来请示二太子，二太子也出药签，为着咱这个民众哈，会当来救苦哈，所以讲哈，咱就咱这个二太子哈，就因过个二太子的时阵，伊除了出药签以外呢，伊甘愿讲哈，将伊这个第一家伊后壁这个，和咱信家哈，恶等级做啥物做药引，哈做药引，所以讲哈，咱二太子是不药力，啊，那三太子个话唔免讲，三妖毒魔，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有啥物疑难。依然哈，拢请示三太子，三太子一定呢，一定呢变神通，啊，就是讲三太子。虽然咱本宫大太子、二太子、三太子，拢有伊的威力伫个，哈，啊，过来，阮家定点，家足大尊的大太子，嘛是足神奇的。好，咱伫日本时代，哈，迄个日本时代讲是皇民化，哈，拢非神明嘛，所有的神明，咱民间的神明拢集中起来烧。吼，咱只有诶庙宇诶神明，像咱即个三太子啦，即吼，较细尊咧，大家拢甲藏伫厝里，对无？吼，像阮即个大太子较大尊，较无啊大啊，无啊大藏诶时阵，叫拢互人即个日本人拢集中伫头前遐，吼要烧，要烧诶时阵咧，哦，咱即个日本诶主官，诶，看到咱即个大太子，那直直对伊笑，啊直直笑，哦，伊感觉讲。欸，这个身上那就人安尼吼，那就活人，含伊足有缘呢，所以无代烧，所以甲请出来，请出来放伫咱这个衙门吼，咱去过讲的衙门遐，啊，再放伊遐，一直到咱这个日本战后的时阵吼，阮家才透过因过做这个统一哈，是设立的，好，咱这个地方属性啊，都甲退倒来。啊，所以讲咱这个正中这阵大太子哈，游玩加心机，啊，阮较近嘞，伊当初迄个起火烧，哈，已经烧到伊的新衣哦，啊，伊的迄个衫哈，阮拢阁赶快保存起来，好，为咱今后来遮做一个见证。哎，听完曾秘书安尼解释吼，咱就了解，游火亡身唔是无原因的呢，咱新年太子宫会遮兴。哦，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神奇的这个神迹啊！哦，所以观众朋友啊，咱若有来咱台湾，尤其咱新营这个所在哦，会记得哦，来新营太子宫参香拜拜啊！我是富贵，我们下次见。台湾寺庙万万间，问神问佛，唔知要问对一间。犀牛四海节目好灵气，对一间庙会神较灵较香，对一间庙会气温较大。我再继续收看《神游四海》，多谢。开着高速公路，离咱新营交流道落来，沿着咱太子路直直行，慢慢啊开约10分钟啊，就当到咱新营太子宫。